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gi です。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《圣火降魔录》，这个是任天堂出品的手机游戏。对，那我现在是用手机，然后连接电脑在玩，这样子录。然后我刚做完了新手教程，我们来领取一些新手奖，总之就是一堆宝石。好，这样子加起来，我这边就有40个，好，都领取了。然后，看到冒爱心，这个是一开始会带我们就是进行新手教程的安娜。对，好像冒爱心就可以拿到那个英灵之翼，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干什么，可能是钱钱吧。那我现在有40个宝珠，我们来进行新手召唤吧。它这个是透过召唤让英雄加入成为伙伴。对不起，我那个有点感冒。对，然后他这边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的这个抽的方式，召唤时的颜色等于英雄的属性，等于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属性。所以像红色就有剑士、魔法师跟牧师跟魔法师吧，应该是吧。然后这边是这个什么斧头。牧师跟魔法师，然后这边是矛，然后跟弓箭。如果连续召唤所需要的宝珠数量就会减少，所以这样子第一颗5颗，第二颗、第三颗、第四颗都是4颗宝珠，第5颗就会只需要3颗而已，这样加起来就是20颗。所以等于说你20颗就可以花到，就可以抽5个这样子。然后，对，透过召唤啊，这边讲过了。那我们先来抽第一个，这个是新手他会送的一颗5星的，然后所以他这边会给你看说是谁，所以总之先选喜欢的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比较喜欢蓝色这一个，这个是露琪娜，伟大的公主，公主。还蛮华丽的嘛，这个场面。哦，姫様，5星的。我叫做露琪娜，是未来的伊里斯公主。我将以这把异枪杰尔斯科古尔助你一臂之力。那我们就之后再说吧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英雄记。我们现在有，先不要。我想要这一个白夜的正月，我喜欢这一只。这个好像是，前面一开始还有一点介绍，在等待下载的时候，这好像是什么暗夜王国的公主吧？我还蛮喜欢那一只的。因为他要骑着一只龙，所以我们现在40颗，然后可以省5颗的话，那我看一下，18个小时，看到这剩18个小时，就好想要玩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先选这个，剩27天，可是我想要这个活动的，我们就来召唤吧。而且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第一次就可以省5颗，好爽哦。我们先从白色这个开始吧。是谁呢？4星5星4星5星4星5星。哦，妹妹。哦，4星。吵闹的修女塞拉，我是塞拉，人家是娇弱的修女，所以不要为难人家哦。为难。哦，那我们就继续召唤吧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省5颗欸。好，我们就选这个。不好意思。来，下一只是哦，也是妹妹，野丫头武士风花，
三星，我是白夜王国的武士，叫做风花哦。成为像父亲一样大剑豪是我的梦想，要是想和我过招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还没有抽到活动的，我想要活动的，活动的，有服装的，哇！耶！我喜欢，太棒了！为了这个可以绑定了。我是暗夜王国的公主卡梅拉。今年我要按照白夜的习俗来庆祝新年，新年快乐！耶！哦，有龙哎，太棒了！再来活动的四星、五星、四星、五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也是妹子呢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，因为我的那个，我不会咳痰，所以常常会压在里面。我现在就在吃那个什么川贝枇杷膏，看可不可以止咳化痰。我是马其顿白骑士团的欧佩拉，不是帕欧拉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哦，骑着天马哎，我喜欢，再来召唤。来吧来吧，是谁呢？嗯，大叔。嗯，亚大哟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看这一只就好了。看这边，这边四只大叔什么的，又是三星，可以在家里扫地了。耶，事后再说。那我们现在拿到了公主，真开心，真开心。那我们现在要抽什么啊？还现在有什么活动可以抽吗？18个小时的，可是这个还好哎、欸，精选就3%而已。我要抽趴数高度，这个呢？这个有5%，5%，我们刚刚那个几趴？3%，好爽哦！好爽哦！我该不会今年的运气都用在他身上了吧？时间就太糟糕啦！那我们来选谁呢？欸，这一个人的画风好不一样哦，跟后面两位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25颗，我们再抽完一个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剩10颗。我们来抽这个好了，英雄记，满满的英雄，来吧！哦，这次不一样了，有水属性的。我们从这个开始吧。4星、5星、4星、5星、4星、5星，而且它这个游戏啊，四星的那个趴数很高哎、欸，56%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天才年轻的天才骑士，蒂亚莫，我叫蒂亚莫，是什么、啊？库洛武大人所率领的伊里斯军的一员，好，他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也是天马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有动物的。再来，抽都抽，我们从这边吧。4星、5星、4星、5星、4星、5星，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公主哎、欸，萨克拉酱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来都来，可爱的妹子都来。4星、5星、4星、5星，啊，又是妹子，三星的天马骑士弗罗丽娜。好可爱哦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来都来。
你这样绕一圈吧。四星五星四星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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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。哦，雷神的亲信莱因哈特，我以为莱因哈特都是很帅的角色哎，虽然他也不差，只不过额头的露出度有点高，是蛮帅的啦。比刚刚的大叔有骑马，赞，可以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剩十颗，抽下最后一颗，无色的召唤石。五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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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啊！虐待狂灵，他是暗夜王国的小偷。我会做好事让你开心，用我这只又粗又长的剑矢。蛮帅的啦，标准越来越没有啊，他真的是蛮帅的啦。好，那么以上我们来回去看我们的城堡，是不是人变多啦？哦，好多好多。我们来，那就结束这一集了。啊，我们先把它放到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来替换初级成员，最左边是队长。不知道没有队长的那个作用哦，还可以改名字哦。那我们现在是这个，走开，一出。我的公主嘞，这里，太棒了，我可以继续玩这款游戏了。然后可以放谁好呢？我们就把啊公主。然后啊，我们还有这个公主啊，还有这个五星的，那再换这个。然后还有谁比较好看呢？有啦，这一只啦。可是我看我们现在有什么？有剑士，有长枪，跟这是法杖吗？好像是魔法师。然后我们再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符号啊？长按义贼。投暗器，不要！我要组一个妹子队，你走开。我们再来放一个，放谁好嘞？天才，他有点像那个阿斯纳、欸。我要被很多人骂了，才不像嘞。我们放这一个修女好了。她是捕师，我们放一只捕师好了。然后对。这个哎，那这个也是捕食哦，是哎，那就两只捕食，太多了，不行，一个捕食就够了，捕食在最后面好了，那我们就放，只能放这一个，再放这个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队伍呢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，好爽哦，呜呼，看一下他的攻击。欸、所以我现在发现他这个竹子是他的武器耶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就是他的攻击样子哦，放大招玫瑰花，然后受伤了会爆衣，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不过赞，我们就用这个画面结束这一集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，超爽的！好啦，那么我是天使幽灵 Yakides，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游戏 ID 17529955541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加我好友。好啦，那么谢谢大家。